太弱了，完全没发挥会员天双光的威力。跟你浪费时间。不好，他过去了。滚开！死吧！一杆杆多死你个孙子！撑不下去，先至上。强行中断突破，可是会让身体受损，实力倒退。哼，杀你绰绰有余，没灵力了还装，受死吧！七星耀华，天玄之怒。什么？怎么可能输给你？刚才你很猖狂，这条胳膊是你刁难我们的代价，这是对我们动手的代价。这条腿是胖子，我还替他收了。老大，其实我不胖。林毅，有种你就杀了我！不要急，等债还完了，我会给你痛快。他的左手拜你所赐，现在还回来。人不犯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住手！你该死！怎么晕了？南飞呀，我先带他们回去疗伤。不准走！宗主，林一屡次触犯宗规，还当着我的面杀了执法队长，林一不除，无法服众。破天宗何时轮到你做主了？你到底能给我多少惊喜？何魁可是四阶灵师，你居然能把他打死？
还好突破七星耀华第二层，又有自愈丹加成，不然真会翻车。你的自愈丹虽然厉害，但他修炼混元天双功，身体变得难以吸收药效，所以这手废了。我还有别的办法。知道你想治季云雨，出去后砍了他的废手，再吃下这颗白灵果，就能长出新手了。很好。扣除540万积分。这个提示音功能是系统的最新升级，以后不用。啊、你居然敢收我500万！啊我送你抽奖机会，寡。寡。扣除20积分。恭喜宿主获得残图一份。我又开出宝贝了，这是什么？果儿，废纸一张，我帮你丢了。哎，那就是好东西，晚点再问你。我先把季云雨治好。果儿。